各位朋友，大家好！各位主内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好！我叫王浩然，王牧师。那么呢，我呢，这个2001年信主，然后呢，在信主以前呢，曾经在日本留学，然后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哈。回国以后，在我们国内中国啊最著名的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然后回国以后作为引进人才，直接聘为这个副教授，硕博连读的导师。那么呢，后来移民呢，来到多伦多大学，然后在心理学院士和精神神经科，然后这个大学和医院啊，从事科研教学的工作。神呼召我呢，然后呢，想把我的神赐给我的恩赐用在他的施工上。所以呢，我在2008年受到呼召以后，在这个2010年到2013年呢，完成了神学的装备，在加拿大多伦多这个天道大学英文培训英文装备然后服侍神。那么到现在呢，已经7个年头了，现在是第8年非常的感恩是真的是非常蒙福的一生。神也赐给我一个很好的这个出生的家庭父母是父亲做老师然后呢，神也赐给我妻子家庭。那么家里非常这个美满幸福，非常的感恩。那么我就利用神对我对我的恩赐，然后报答神恩神对我呢，在这个传福音上，还有牧养教会，特别是在这个文字这个神学，还有这个方面呢，希望我能够有这个在神的有发掘发展。那我感觉到呢，有很多事可做，但是找一些这个出发点。那呢，我呢，这就是现在找到了一个比较容易做，我觉得又需要很紧迫的，也就是说，圣经到底讲的什么因为圣经是一本这个很复杂，然后呢，这个跨越很多的时代和历史，然后呢，这个读起来的话有相当的困难。这个即便是在教会待了很多年的人，然后对这个圣经到底讲的什么也不是太清楚。那么但这个问题呢必须这个有人站出来把它给说讲清楚。那我想求神呢使用我，把这个圣经到底讲的什么用50讲的比较短的内容以这个每一次呢讲15到20分钟吧，然后呢把它讲出来。所以呢我就求神使用我，然后把它讲出来。我已经那个讲了这个22讲了，是吧？22讲呢，那分上其实有几大部分呢。那么我可以简要呢把一些这个内容简介一下那么第一个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树立有神和神造世界的价值观。OK， 那么呢，它有些具体的呢，神呢就是说我们。社会的最基本的细胞就是家庭，神是我们这个婚姻的创立者。OK， 神为家创立。那么我们要认识人的本性，那呢，在圣经里呢，他告诉我们人呢，我们是罪人是罪人。还有呢，还有其他的就是说呢，那么我们人呢，又是一个历史的人，那么呢，我们告诉我们呢，是神是历史的掌管者。OK， 那么我们在我们这个整个社会当中人和人之间这个我们需要各种的权利那这个权利特别是包括一些基本的人权比如说我们的生存权，我们的生育权，我们的各种的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信教信仰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吧？这些基本权利，对不对？我们说讲了天赋人权的道理前一段呢，我那刚才呢，其实那个我也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特别这个大家讨的比较火热的就是普世价值那么普世价值包括哪些内容？那么普世价值呢，那个到底它的来源是什么谁最能体现普世价值？那我的观点是神是普世价值的赋予者，神是普世价值的守护者，神也是普世价值的代表者和体现者。OK， 那么呢，圣经到底讲的什么呢？有一个问题，我们不能不回答的就是，
很多人不能信神 ，OK， 然后呢，最主要的关卡卡在什么地方呢？神看不见，摸不着 ，OK， 对不对？然后呢，又是让通过我们现在的科学手段也检测不到，是吧？所以呢，大家呢对这个神呢，就这个啊成为信神的阻力，对很多华人呢是这么回事。但是我今天想讲的话题是什么呢？这是我今天给大家的第23讲哈。他说神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神是可以检验啊验证的神啊，是个验证的啊。那么神呢是他是，但是神是可以检验，他无，虽然他是无形，但是呢他可以检证啊，我们可以呢检验验证神的存在，是吧？那么呢这就涉及到神呢他是全知全能全在啊，这样说听。那怎么说？你看看我们平常的时候哈，对不对？你说我空气，哎，我看不见，我也摸不着，是真的吗？是吧？但是一刮起风来以后，对不对？我都感觉有空气，是不是？哎，等我呼吸的时候又感觉有空气，是吧？哎，那你说这个物质啊，那个你，我们说这个宇宙飞船，它飞到这个太空去了以后，在200公里以内，是吧？我们现在这个大气啊，是就是说这个三几公里以内啊，可能是比较稠密的。然后呢，空气比较，因为是重力引力的关系，那你上升到4000-5000米啊，喜马拉雅山高空的时候，对空气非常的稀薄 ，right？ 那8000才8000米，然后再高一点，我们飞机飞到10000米的时候，都非常稀了啊，是吧？然后你在20公里啊，30公里、40公里啊，我们这卫星所打到的地方基本上都没有空气了 ，OK？ 但是没有空气的能有没有物质啊 ？OK？ 是不是？有物质啊，对不对？什么物质啊？对不对？那么这个物质啊，对不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是一种暗物质，哎，这个物质可能看不见，而这个暗物质的量比我们现在有形的物质量要多很多。我们现在有形这种物质，看着我们这个圣经这个是吧？就是碳原子嘛，碳氢嘛，是吧？一些物质啊组成的那个就是碳氧化合物，哎，碳氢多不了一个氧是吧？有个什么，哎，就是碳氢化合物来组成这个东西啊，对吧？那么我们现在拿的这个，对吧？遥控着，再就是看得见的东西，是吧？对吧？那么这些物质是占极少数的，那看不见的东西未必不存在。OK，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叫暗物质，这已经被证实了，是吧？那么过去我们说的那个黑洞，知道吧？对吧？那么呢，这个对宇宙当中啊这么庞大，我们看到晚上我喜欢看星星啊，然后呢，你到晚上看那个这个很多的天上星亮晶晶啊。那么至少他们说能够人眼可以看到的星星，要是全会可以看到3000颗。那么呢，实际上我数了数啊，也大概得几百颗能看到的，就是天气非常晴朗，然后呢，这个光害也比较少的时候，你看到是几百颗是吧？哎，就是几百颗。但是呢，这里面呢，哎，这个是呢，那么还说很多呢是有的东西是看不见的，那看不见呢，它说呢它不等于不存在，这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黑洞。那么在现在已经检测了，在银河系啊，是吧？这个中央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黑洞。这么为什么变成黑洞了呢？这个黑洞是什么？它这个引力太大了，然后大到什么呢？连光都发不出来，可以想象吗 ？OK， 我们认为啊，任何东西啊，只要你跟那个你像手电哈，这个点它可以发出光来。这个星星啊，我们说这个星星啊可以发出，我不知道你们感兴趣不想这个星星啊？那我们看到最多一个北斗七星是吧 ？OK。那北斗七星离我们多远 ？OK， 大概十光年嘛，十光年啊。那么呢，在我们知道那个三星吧 ，OK， 三个星星哈。那么呢三个星星呢，那么中央的那个三星，那个三个星星啊，中央的那个，它离着我们距离有多远吗？是2000光年，是吧？那两边两颗各两颗是1200光年左右，是吧？对不对？那么呢，可是在这个银河系中央呢，就有那种这个大的黑洞啊。它呢，这个把这个光给吸入，巨大，所以说这么多星星啊都围着它转。我连我们太阳也是围着银河系的中央在转，是不是？这个转。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哎，就是说这个看不见摸不着，这是说我们说的，就是说，就是看不见不等于真没有，是吧？往往是看不见的东西可能更多更重要，是吧？而我们这位神啊，这位神就是说我们的。祖先，我们早期的人，我们在华人的语言里，我们造就是说有一位神，用这个词汇来形容这个超自然的，我们啊，就是非常值得敬畏的，哎，
那么掌管万有的这个，哎，这位神，那这位神，而英文呢叫 God，G-O-D 是吧？哎，在这个希伯来文呢，它叫 Yahweh 是吧？这 Yahweh。那么啊，这位神，他也是应该是，哎，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呢，他可能是极端重要的。哎，我们这位神，甚至我认为他比我们现在的空气都重要啊！我们这空气啊，只是这位神他造的众多众多物质当中啊，这元素所组成的这个啊，各种这个元素，它造成的这个一种气体状态。而这个气体呢，是产生自然界的这个动物、植物，哎，包括我们人所必须的啊材料啊，所以变成。它不一样的是材料了，它可能就是说产生一些条件啊，然后你造出人类以后，这个人他一定能够呼吸啊，他不呼吸的才能呼吸，他有需要的空气，他这个肺脏才能呼吸嘛，然后产生的氧气才促进我们身体代谢嘛，是吧？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啊，是人是不可能做到的，就我相信就是人类智慧再高也不可能做到这件事情，但是只有这位我们看不见的神他才能造到这个，来造这个东西。那么呢，我想从几个角度哈，我们也是为什么说看不见摸不着，而是呢它可以检查的存在。OK， 那么呢讲什么呢？那么呢在这个圣经啊，它这个约翰福音啊4:24啊，它是这么说的，就是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我们在这个中国啊教导的时候，就是你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啊，他把一个事情呢给绝对化了。要不你就说物质决定意识 ，right？ 这叫唯物论 ，right？ 要不说我心里想什么 ，right？ 对不对？或者说一种意志的力量，我不知道的，它来决定是有什么还是没有什么 ，OK？ 怎么运转，怎么过程 ，OK？ 那么我们现在什么呢？这不是唯心唯物的问题啊，这是什么呢？他说神是个灵 ，OK？ 这个灵呢，我跟你说的啊，它就是那个看不见的、无形的。啊，无形的，我觉得他这个判断呢是非常准确的啊，哎，准确的。这在两千来年以前，他通过圣经的文字他写出来，是吧？他说神是个灵，哎，那么是个灵呢？他说我们啊，我们不太关心后面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的。所以我们敬拜神的时候，这是我们在教会里啊，所以圣经讲了一个重要内容，我们要敬拜神，敬拜神呢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的。那么我们现在关注的神是个灵，哎，神他是无形的，对不对？他是个灵的。啊，它是零啊，它说是个零，它是无形的。那么我们怎么去检查这个零啊？是吧？是不是怎么检查这个零啊？对不对？这个时候呢，需要我们心里来体验啊。你有很多东西的时候，你在大脑一动脑筋的时候，或者是遇到一种境况的时候，那你会突然生智 ，OK， 生出一些你的想法来，是吧？那是这是什么的作用啊？就是零啊。我有的时候呢，我就这个等自己啊缺乏这个零的时候，觉得这个零呢这个不充足啊，那我就是把现在所有的工作给停下来，停下来以后呢，我就换个环境，然后呢可能就洗个澡，也可能到外面跑跑步，哎，突然就有这个零啊。我在2012年的时候，那个我是从大学啊，我准备从大学退出来，然后呢读神学，完成神学装备以后，然后做牧者。传福音是吧？所以呢，当时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这个想法。OK， 那么这个想法的时候，有个重要的想法呢，就是实际上我跟你说是圣灵在带领我。他说我列出来一个这个写这个六十卷书啊，一个单子啊。我觉得那个呢，他就是神的灵，他在促使我做这个事情。那么说过去的时候，不管在哪个大学啊，做多少学问，做重要的发现，我们的重要发现被科学杂志啊，被这个 Scientific America 都登载嘛，是吧？那么呢，这有系列的论著哈、啊。那么我最重要的一个发现是在发现了新型核糖体啊。哎，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呢，它都不需要那个灵的啊，只要你把进行科学思考就可以了。可是我们从事这个现在这个神学的工作是需要灵的啊，这个灵的。那么呢，它是通过这么来检验的。那不是管我自己啊，那很多的人啊，现在世界上各种的事情也在检验到这个灵的存在，是吧？现在存在。那么呢，我们还有一个呢，我们在说它什么是可以检验呢？是不是？是从神创造这个。神的创造和大自然中进行检验 ，OK， 那么呢，这个创世纪啊，第一章第一节说，他说起初神造创造天地，然后呢，第二十节说，神说呢，神水要多多滋生出有生命的物来，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上天空当中，啊，那么呢，你看看啊，这个，
这个有神没有神呢，是吧？那么你看看我现在这儿拿了一块手表，这是电子表，是不是？这是电子表。那你说这个电子表就什么你都不知道，我现在给你一块电子表，你说这个电子表是怎么来的呢？那你肯定不说这是这个爆炸出来的，是吧？是一个这个天然的形成出来的，你肯定不这么说，是吧？啊，肯定不这么说。你什么呢？这是人造出来的，对不对？那么你现在换个位思考哈，是不是？然后我们现在我们需要居住的地球，它有几层啊？地表的土壤，是吧？然后那里面有地壳，是吧？那个地幔，是吧？地壳、地壳，然后里面有这个地核，是吧？那么这个地核呢，然后在这个六千公它是12000公里直径吧 ？OK， 那么整个地球呢，它有自转，还有围着太阳的公转，然后地球的周围还有月亮，然后离着太阳呢，从里面的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是吧？然后木星，它成了这个顺序的啊。这个地球呢，它离着太阳的不近不远啊。再近一点，这个地球可能太热，是吧？那么再远一点，可能是太冷。OK， 总体来说，地球上就很难有这个适合生命存在，对吧？然后地球上呢，不仅有水，而且有空气，而且这么多成百万种的动植物生活在一起，啊，还有这么万物之灵的人。那么如此复杂的地球，啊，再对照一下整个宇宙当中，啊，你就进行探测。根本就是连水都找不着，别说有这种生物存在。人体啊，这么有如此复杂，所以整个来说，说神起初神造天地，那么在地上，是吧？啊，水要生出各种活物来，那么生出这个活物的是啊，生出个，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那么这个啊，虽然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我们确信只有一位创造非常智能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才能创造出来，而这个创造过程当中，这个过程，这个什么的，我们根本无从知晓，啊，无从知晓。你看，我们现在造一个手表也好，现在我们这儿闹这个新冠有瘟疫哈，我再造个口罩，它三层，它开始就是做材料，然后加工一下，最后成口罩，它装那个包，然后卖给我们，是吧？这个整个过程，那么神造这个过程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呢？这个蛋白质和这个核酸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我们不知道，我们无从知晓，对不对？无从知晓。那么在这个过程，在整个这个人他反正是形成了，对吧？所以呢我们说呢，他神造天地造这个人，那这都是这个 是可以通过这个问题来思考来检验的。我们很多东西是通过逻辑思考的，不一定重复原来重复的，而且这个东西永远可能重复不了啊，对吧？对吧？你怎么把这个核酸、把糖类、把蛋白质综合一起，通过一个突然就能够动的人了，是几乎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哎，它这个东西呢，这是从理上一说。再一个呢，我们可以通过历史的检验，是吧？这是从自然。那么整个历史过程当中，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多少年了，是吧？啊，3000年、4000年、5000年、6000年，是吧？哎，基本上最远，这个韩国说他们有8000年的历史，是吧？没关系了，是吧？那么人类从我们这个历史，这个从我们这个就是科学常识上说，是吧？那么这个猿人从非洲可以说移到世界各国吧，是吧？那么移到世界各国，那么整个人类历史啊，有文字记载以来啊，整个这个，那么它说明一个什么呢？整个非常有秩序啊。那么整个秩序呢，这个人类呢，他现在这个人和我们2000以前秦朝那个人其实也蛮有差别的。OK。总体来说，在文明程度啊，在这个造型上啊，在方方面面呢，它都在发生一些变化，而这个变化和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基因呢、啊、基因组和整个环境的作用，哎，还有我们这个人的人群啊相互的关系有密切关系。OK， 如果你拿到清朝的人和我们现在比起来，这是百十来年以前嘛 ，OK， 那些人和我们现在的华人比起来，那真是差别很大，是吧？对不对？那么是我们现在是彬彬有礼的，那会儿你看到傻乎乎的人，对吧？对，所以这个人类这个整个这个人类历史啊，那是密切相关的。那后面我会分享这个关于以色列的历史。那么我们从这个创世纪开始算哈，他们写创世纪的时候写的是最早的事情，应该是起初神造天地，这个可能是在这个天地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人，这个没有确定的地点，确定的时间。
啊，没有千年时间。他写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应该是在3500年以前吧，是吧？3500年前。所以呢，那么这个历史呢，那么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后面一步一步的走哈，那么整个过程实际上都是在神的引领过程当中。等这个亚伯拉罕他有这个租啊，然后那个他的儿女啊，然后这个是吧？然后到了什么地方啊？这个以撒呀，然后到了雅各啊，对不对？然后呢，这整个的一族，他那个整个是被到埃及啊，然后引领要到迦南是吧？哎，慢慢的也到现在这个以色列啊，他们说这个地啊，然后建，最后他们被掳啊，最后重新建国啊，哎，整个过程。都说明啊，神他是信实的存在，实实在在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只是我们无法看见的，就像那个暗物质一样，就像那个大能的手在我们后面一样，是吧？那么呢，这个是通过历史可以检验的，并且神一直在掌控这个历史，如果不是神掌控这个历史的话，对不对？那很多事情跟现在都不一样，对不对？那么呢，还有呢，我们的个人和群体都可以体验啊。那么，在这个马太福音19章26节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啊。”那么呢，诗篇139篇1到2节说：“耶和华啊，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晓得啊，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理念，是吧？”所以神呢，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那么有一个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他说：“天上有神，地上有神。”那个角落里东西那边都有神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为国内的亲人祷告的时候，那么就说呢，求神在那里，因为你是不说不知无所在，你从你心中你医治的手，对，来医治他，然后呢，你用保护他，这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平安的啊。但是这种平安不仅仅是吧这个我们想象的平安，实际上神也正在动工，是吧？那么在我母亲过世以前啊。其实我也给我那母亲一直每次教会崇拜和其他时候为了祷告啊，那我母亲真的是平安的过世，啊，在凌晨3点多的时候，然后就这个安稳的过世了，哎，她就非常平安啊，也归到主的面前。所以呢，那个整个呢，从我们这个个体的经验、群体的经验，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经历神的过程，虽然我的经历啊没有什么那么特别奇妙的东西，但是我这个在。这个我在我不认识神的时候，神已经认识我。在我们考大学的时候啊，然后突然得他重感冒，躺在了地里啊，然后人就把我带到这个一个赤脚医生家里，然后给我进行治疗。那么我就当年的时候奋发努力啊，然后报了医学院，就考上医学院了嘛，河北一个大学，河北医学院那医学系上，对不对？那么的神就一步一步带领你，然后去了日本呢，然后每一秒都非常的奇妙。又回了北京大学，然后又来了加拿大，这样来了以后就把我带到。这个他知道我需要什么，是吧？带到一个基督徒家庭里，在这叫新移民之家。那么这个家里呢，他们都信主啊，信耶稣。然后我就在那儿啊，非常好奇。门口300米的地方就有一个天主教的教会，是吧？那第一个星期天的时候，就走进去了，一看十字架，都对我很有触动嘛，是吧？那么马上要到圣诞节，那么圣诞之夜一晚上举起手来就信主了，哈哈，对不对？所以的话，就是神呢，他非常奇妙，他会带领你啊，你会经历这个神啊。等你最困难的时候，神就出现在你的面前，是吧？他向你显现，是吧？对不对？那么我觉得这个约翰福音啊，1章18节，他对我们今天的题目啊非常适合。我想跟大家最后呢，以这个为总结结束哈。他约翰福音啊1章18节的时候，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是吧？那么我们人又软弱，我们缺乏智慧，缺乏这个能力，是吧？不是神可能看不见，是吧？而是神实际上是可以见到，只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神造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不具备这个能力啊，能看到这位神啊，看到神，但是呢，那么神体贴我们这个软弱呢，他就让我们怎么看到他啊？他就让他自己的本性，神的话语，是吧？神的话语，是吧？让他道成了肉身啊，这道成了肉身，对吧？然后道成肉身啊，降卑为人，让我们可以看见。所以耶稣是全人又是全神，是吧？从来没有人能够见到那位。看不见的，我们人所看不见的那位神，对吧？但是呢，神派他的独生子来到地上来，让我们可以看到他，
纯善、纯真、纯美，大能 ，right？ 而且啊，为我们的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通过信他和父神和好，让我们得救，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呢，让我们每位信他的、持守我们信仰、然后去行去做的人，能够克服各种困难，最后能够见主面，然后能够见主面，获得永生，获得永生，住在新天新地里。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啊，我们的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是可以检验的存在，是吧？那么，他让以他的独生子来到地上来表明出来。你不确定这是真的吗？好，谢谢你今天啊收听收视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求你转发点赞，然后呢啊传播给你的亲人、朋友、同事和你自己的群里，让他们都能得益处啊，然后认识这位真神，懂得世界上最奇妙、最珍贵的书——圣经，好不好？我们再见，下次节目再见。